炸裂吧女孩日前播出第八集压力爆棚人气考验赛，女孩们除了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粉丝见面会外，还要自行设计表演服装来感谢粉丝。此次蓝队女孩 Pick BLO 选择变身美少女战士，队员明香选择主角月光仙子的装扮，让台下的乡民们看到后都忍不住暴动了。特地来见我们，参加我们的那种同乐会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这个表演。